我刚才以为那个蟑螂是多么可怕的东西，害他一个惊讶。未吃完的早餐即将收掉，哇，连即将这个东西都看得出来，哎，没有反应。哎，这个房间都没有反应呢。有个小盒子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这是有良心哦。有些剥落的地球仪，有点剥落的地球仪。这边什么都没有，那我进来干嘛呢？大量的衣物。不能开，不能开。很漂亮的花朵儿，好、啊，没有东西，没有就算了，算了。这边呢？没有。有些餐巾纸和毛巾摆放整齐，基本上都没东西，是不是？说话啊，为什么不说？木质。哇，这路头看起来很可怕，随时都会冲出一条路。不过应该不可能吧？这地图就这么大，冲出一条路，他把地图都占据哦。我往哪跑？有人呢、欸？五郎哎、欸，宝宝，极其庞大的怪宝宝在那火炉是似乎在等待什么？机器石头？不是，不是就算了。培根卷胡萝卜？啊？是我看错了吗？培根芦笋卷哦，不是胡萝卜卷掉。我想说奇怪，我在看什么？普通的碗柜、灶台、案板上的葱，一箱纸条、厨师。我看一下，这什么？有点小，主菜、二菜、甜点、开胃菜、汤、主菜、配菜。甜点就西式餐点哦，可他跟我讲干嘛？他跟我讲意义何在？又要我上菜？你认真的？我上菜一向不拿手啊！我才不管你嘞！不行不行，感觉好像是一个任务。我先调查这附近看看哦，不能那么随意，对不对？就这张是前面，真的就这一张哎、欸，那我要怎么帮他上菜？哎、欸，宝宝，我想帮你上菜了，开胃菜哦，培根胡萝卜卷，奶油汤，牛排，焦糖布丁，水果沙拉，水果沙拉算开胃菜吗？配菜有汤我知道了，甜点我也知道，牛排是主菜吗？那配菜是指这个吗？培根卷。喂，水果沙拉，案板上的葱，这部分我有点不太清楚。配菜。开胃菜是哪一个？开胃菜通常东西不会吃太多啊，这样有点难倒我。开胃菜，好啊，就它了。希望是这个了。诶，哦，是在这里哦。放下。这是开胃菜汤嘛，对不对？汤主菜，汤主菜配菜，布丁。其实我一直在想，那个主菜后面是不是培根芦丝，培根卷啊？但有像不是，因为配菜比较像是，啊，没关系啊，就先这样摆好了。这个哦，好啦，再讲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摆了就知道。水果沙拉算开胃菜哦。好啊，就先放开胃菜。哎，不能再拿起来了！Oh no，完蛋，GG，悲剧。
唉，有一种悲剧的感觉呢，悲剧啦，我要死了，我就知道我错，不应该乱尝试。没有，开胃菜那部分是水果沙拉先还是怎样？哦，让我有点匪夷所思啊。开胃菜好像是以这个为主嘛，对不对？培根因为味道比较重，我是这么认为啦，因为我有点忘记了，我原不常吃西式餐点的人，所以我有点忘记，我有点忘记真的。奶油汤端起，我记得开胃菜好像一开始味道不会太重，但是它是偏酸类。开胃嘛，来黑胡椒牛排哦，吃这么好，我也想吃。让我吃一口吧。哦，好累哦。培根芦笋卷还没吃过哎，真想吃吃看。好了好了，弄完了弄完了，哦，累死了。来，对了吗？婆婆，对了吗？哎，对了，也不跟我讲，我对了，哇哩嘞，你就这样子对我？所以嘞，来，没有了吗？我有点难过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点难过。哎，有吃东西的声音，要继续看吗？好啊。哎，所以呢，这边好像有亮点。张开嘴巴，似乎含着什么？驱邪钥匙，能干嘛？能吃吗？不能。那驱邪钥匙能干嘛？能让我先在这边存个档。往上走了。哇，石雕像哎！我要先进这房间吗？哎，锁住了。希望不要成功啊！不行啊，太好了！哎，吓到我！哇，地鼠。哇，这边其实有点暗呢，我不是很喜欢这个感觉。不行啊，太好了，我可以对你使用钥匙吗？不行，好，拜拜。哎，没有。取行钥匙能干嘛？我还有一边没有看过嘛，对不对？哇！有人一直哈气哈气啊！哎，他有啊？没有啊？能看到远方的天空。取经钥匙，拜托你！哎，可以。哎，是你？是你？没出事吧？你自己突然跑开？没有。那就好。是你？那我可以再回来吗？哎，可以耶。哇哦，又有一个人陪伴了。哦，有一个人陪伴就是安心啊。那我现在能干嘛？就算有一个陪伴，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。啊，不管了，我们先回去看看，看有什么新事物。新年亲戚像吗？这好像我来过哦。哦，就是这里哦，最底层。所以我可以出去咯，照他这么讲，我先出去看看。哟，目前没有什么东西啊，你这样我就回归到起点了，就一个星星石头跟我钥匙而已，对吧？真麻烦。